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凡凡，在纽约。我今天想给大家展示一下龙眼的吃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的外壳，里面有核，那个核不能吃的，它只能吃那个肉。我先展示给大家怎么来吃法哈，很简单，就是说你拿了一个龙眼，然后你轻轻的捏一下，看它就打开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肉是透明的，发白色透明的，这个只有这一块是可以吃的，里面那个棕色的壳是不可以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嘴里，然后把那核吐出来就可以了。展示一下它这个核是长什么样子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还有一点点肉没有吃干净。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试一下，极力推荐龙眼，非常非常好吃。我们下次再见。